收看二分之强，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你对各国现在流行的东西，你可以了若指掌吗？对不对？我跟你讲，完全没有办法，一定要他们本人亲自带他们当地流行的夯爆小物来，而且这一集没人看，你就 out。所以每一个国家现在到底真的在夯什么？你到他们国家，你买对东西了吗？对不对？我们这一集就要介绍你什么是夯爆小物。哎，还有一些哎，在国外很红，但他们当地人却不知道有这件事。哎，而且他们不知道，而且觉得这在夯什么？莫名其妙，好不好？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流行资讯100。一百点，流行最正点，一把抓，家中堆满奇怪给西，我们台湾团代表欢迎三位。当然，对面呢，今天是2017流行资讯快报的年代，欢迎我们的联合国型男，欢迎。世界这么大，各国产品日新月异，到底现在流行什么？今天各国型男要来介绍他们国家今年最夯的小物，想走在流行的尖端，今天这集绝不能错过。我问一下，你们在出国的时候有没有曾经买过什么样当地的流行小物让你印象深刻？去柬埔寨的时候，我买了两样东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就是这个。这太可怕了。什么啊？这里面什么？眼镜蛇，假的吧？然后眼镜蛇那么小只，这是眼镜蛇的 baby 吧？对，它是假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买的是小瓶的，你过去，每几乎在它的就是路边摊，几乎就是你走两三步就会有一家，就很特别。那你买这干嘛？冲绳也有类似。我想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阿迪亚用得到。不是，因为它不像韩国、日本，我可能几个月会去一次。柬埔寨我们真的太难得了。这里有去过柬埔寨的？没有，我有去过一次了。谁？这可以带回来吗？可以带回来啊，可以啊，因为它的帽很，它因为它没有超过两公升，不信？那你们有人？我不信。你们有人敢喝吗？我敢来，我真的吗？我不信，蒙狗奇啊！我不信，蒙狗奇啊！可以开给他们喝啊？还是你很珍惜这个？没关系，我们不抢。不是，我怕会送医。柬埔寨还有一个东西让我很纳闷的，什么？我那时候去他们的杂货店，然后他们的杂货店呢，我就说，哇塞，他为什么他们的熊宝贝干妈是这样子装的？这是熊宝贝，熊宝贝啊！我想说熊宝贝。所以里面是熊的罐头，因为你知道柬埔寨的大多数人口是家里比较穷，所以他们的洗发精都是随身包，他们没有钱是买一大罐，他们都是买那种，就是比如说你花人家十块那种，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买，就是蛮穷的。然后我想说，哇塞，那这个熊宝贝也太厉害了吧！我就说这个熊宝贝，这熊宝贝算是奢侈品呢。对，如果洗发精他都没办法买的话，他还买芳香剂。对，结果导游跟我讲说，这不是熊宝贝，那是什么？它是牛奶。这怎么喝？就是头牛奶吗？对，就是酒。哎，还大厂牌的耶。对，它是牛奶。它也是大厂牌。你看，它就是一开罐，还是炼乳啊？这是牛奶，没有牛奶吗？它还有写高钙哎，对，你这直接可以喝吗？它这是可以喝的。蒙哥龙，为什么要我试试看？为什么我？就是你们两个休息也还好啊。不行，好像那它里面就是那种一开罐的。哦，它就是像罐头这样。但是我有喝过。你有喝过？我有喝过，因为你知道柬埔寨真的他们的牛很瘦，所以我们在五星级饭店，其实在五星级饭店喝到的那个牛奶都不是鲜奶，都是保酒乳。哦，我也不敢喝那个。哎，我跟你讲，你现在在主持时尚玩家，你什么都要试啊。没有，时尚玩家不会总被打卡。真的吗？生活新鲜吗？时尚玩家就是有这个精神。出来了。闻一下什么？它在滴，酸的吗？就是那个小婴儿喝的牛奶的那个味，那个奶粉泡的那个味道，那应该还 OK 啦。是正常的，对，就是牛奶的味道啊。香味还不错哎。じゃあそ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哦，
哎，蛮甜的哎，而且呢，这个牛奶的甜味跟香气。你是不是职业病？就好了。哦，我喜的是。要讲口感，一定要做个反应。其实这个可以耶，就是不像。那你讲一下口感啊。我跟你讲，这不像牛奶那么的浓，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奶香味还在。然后喝完之后呢，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还是想要喝，那很适合我的那个小朋友啊，或是干嘛？是小朋友，这老人家都很适合，所以可以喝看看。喝完之后五秒之后，有一点点冷乳的甜味在。忍住一点点，一点忍住的甜味，忍住啊，忍住，忍住，炼乳啊，炼乳，炼乳，真的，哇塞，怎么会有忍乳啊？喝过忍乳，真的啦，真的啦，还 OK 啦。大家应该知道那种假蟑螂吧，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在韩国我找到这个假蟑螂，而且这个假蟑螂卖得非常好，就在那韩国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那种就是卖一些，你知道那个谁应该知道，那个 ART Box 里面有卖这个东西。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我是先到了一家看到，哎，他怎么写售完？因为他的那个挂的那个牌子后面有他的图案嘛，就说哎，这是一个假蟑螂，但他写售完。我想哦，那这应该是还蛮好玩的。然后后面我又到别家又看到，刚好有看到，就把它买回来了。赶快买啦！因为他的蟑螂他牵着一支线。哎呦哎呦，导播你看一下，他在动哎。干嘛？等一下。这个可以动。这个有点那个赌神拉头发的概念啊。对，其实他就是牵着一条线嘛，然后你只要高一点，他就很像。蟑螂飞起来的感觉，我个人我觉得有些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啊！这不是中在讲，他说卖完呢，这真的卖完，你自己去 A R T Box 吃的太少，都是你们台湾人买的。这个是那种布雕花，雕花，不雕花，不凋谢，不凋谢的花。对对对对对，这种花不多了。就是那个是在日本之前有看到的，然后很流行，然后日本朋友说。现在东东你在干嘛？对，是在日本看的。你这是真的花哦？它是真的花，很厉害。然后它的优点是说，它可以放那个五年以上。五年哦。可是它是真的花。孟多都放了37年。然后就是对，日本的朋友说，就是之前是蛮流行，就是送给女朋友或者什么的情人节还是什么。然后因为我妈妈也是喜欢做那个干燥花，是。那时候是想要就是买一个礼物给她。可是那时候就是想说，哦，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在飞机上。可是后来有发现，台湾其实也现在也很流行，台湾有，对，台湾又开始做了。然后好像这个东西应该是大概2000出头嘛，可是日本之前只买到大概3000块。哦，我老公有送给我过，因为那时候我老公还没送我那个结婚戒指，他送给我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哎呦，哎呦，丢桌丢桌，中了，来电了，跟他结婚10年。这里面应该是珠宝，就打开是玫瑰花的时候，我这一连串祖宗十八代的脏话都骂过一遍了。反差太大，有点太现实了，太现实。没有啊，可是反差太大。阿尔迪去一个喝眼镜蛇酒。太绝了。我觉得你们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实用哎，我是托一个朋友去德国帮我买了一个，因为我本身是德国那个牌子吗？我不知道哎，这是这个早就有了，不知道哎，这可不是随便早就有了，对耶。哎，可是这个很难买哎，因为我朋友买了20几支哦，然后拿来台湾之后全部都被抢。这个不是瑞士的牌子吗？可是这个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说这个其实在台湾市面上也看得到，这可以削人皮啊。哎，而且你知道教会哥那一把除了可以削之外，还可以磨，然后也还可以切片呢。好啦，其实我本身也没在用，但是因为我妈她不是会用好用的东西会想要第二个的，可是这一支她却一直很怕用不见，然后说要再请人家多好用，传家之宝的感觉。我来削削看好了。听说你知道吗？找一个好的削皮刀，然后呢，我半夜12点坐在镜子前面，然后削苹果皮，如果不断的话，你就会看到你的祖先。等一下，他每一刀都断，这好削在哪？等一下，没有，小心小心小心！哎，你平常有在削苹果吗？没有。我觉得就是你们觉得会流行，可是我们没有找一个岁的时候正在用的啦。比如说胡音真嘛，胡音真，他的感觉很好削。哪有这样？是他有一个没有啦，一削你就会感觉到他好不好削或是什么。你小心手。你们呢？哎，我跟你讲，其实不错哎，我觉得你们不要太那个。我跟你讲，削苹果其实每个都能削，好的可以削番茄，牛番茄，你削看看。
我连苹果都有点问题。牛番茄可以像它那个皮很薄，很软，你要好一点的，要不然它会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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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它会坏掉。哎呦，哎可以，这样子是很好削，很好削的意思吗？真的，你真的不会削起来，真的皮削的感觉，非常不好削。我如果女朋友会这样，会软掉。你的老公很辛苦，好削。好好好，你开心了。辛苦了，辛苦了。家庭主妇告诉我的。对呀。哎，我不知道，我放在觉得。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介绍一个真正的？夯爆小物，麻烦一下，我要拜托，谢谢。我最近搬家了，然后一个日本朋友就说：“哦，我要过去了，然后送你一个礼物。”我说：“当然好啊。”但是他过来就是送我卫生纸，这个卫生纸，对。但是他说就是占卜卫生纸，所以你每一次你抽一张，比方说这位说：“哦，你很 lucky， 今天哦你会。”哦，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天，很好玩啊！哦，很好。哎，这上面写什么啊？我们来请啊，你不会日文？会，会，泰国来的吗？这上面这个是大吉，就是运气最好的意思。大吉，大吉，对，对，大吉。哎，不好意思，大吉我也看得懂。对，大吉是中文。看的意思，如果抽到这个的话，你的运气非常好，可以赚很多钱。嗯。然后第二个，这个吉吉。你要走自己的路线，然后越来越好。翻得好厉害！真的，怎么可能算乱乱？你现在用你的性命保证你没有在胡说八道。真的啦。但问题就是，你看它，它非常的薄。其实我用这个擦屁股，我一定会受伤。就是这个东西超烂。哪里会受伤？你看屁股很粗。这个擦脸，你看它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哎，这个是看不见。闭嘴了啦！小梁哥，我们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好不好？好，哎，来，一二三，大胸。OK。看看看看，我来帮你。好可怕的，健康运好。哎，真的，你这已经吃的太多，然后那个肚子的，你的肚子对，然后油都会爆炸，然后小心，就是你的那个老婆有可能是有第三者，然后会遇到牛头马面。对。你要小心哦 ！Oh my god！ 你不要这样睁眼说瞎话到几点？再五分钟就好。原来我抽的卫生纸都在跟我讲，我变胖，老婆在跟我。但是我跟你讲，他这一个介绍至少是前半段以来真的是夯爆小屋。听说日本、韩国人家朋友搬家都会送这个，是不是送卫生纸啊？对，送卫生纸，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多一个选择，因为他可以送占卜了。对对对，哎，比较有趣一点啦。你身为日本人，你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哎。谢谢，我真的不知道啊。泰国来夹日本人。下面一位，那请问一下，2017年最新的流行，哎，有些东西流行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夯啊，当地人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哦。对啊。像以前哎，某巧克力有没有？对。台湾已经买到疯掉啊。哦，被梦都说的一文不值啊。对啊。没有了。台湾的那个黑人牙膏跟那个熊宝贝分享的，他们也很喜欢啊，韩国的朋友很喜欢。对对啊。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在你们的国家流行到夯到不行，但你觉得 why？像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巧克力也是啊，然后就是说那个我真的很奇怪的是这个，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看不懂。这个，你看哦，这个好聊吗？这是什么？台湾的吗？这个哈，这个电钥匙对不对？嗯哼。然后有些人电钥匙那个射的不准嘛，对不对？什么？你在讲什么？射的不准，射的不准，谁会讲？低的不准，或者是点的不准，对，所以这样，你看，哦，那把这插进你眼睛嘛？不是，这样子，这有点多此一举吧？这有用吗？喂，这样你看，是不是太准？好准，准到爽，好，哎，日本人真的有很多这种微博哎。举啊，这个哦，它可以让你对准，是不是？梦都碰过，我没有碰到啊，它让你对准。对对对对对对对，神经啊！那这个哈，哎，便宜哦，然后现在就是很红，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没有意义，有很红，都很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是什么？应该就是你们去日本的便利商店都会看得到。多，这个是那个减肥的茶，看起来很难喝。对，然后这个是哦，就是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油腻或是炸的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喝了这个，类似油切的那种。对，油切茶饮的。而且是这个是国家认为的，就是国家认证，认证就是有效的。但是我说真的，还好。是啊，你要肥肥油，要简单。真的啦，因为你看，你是不是已经放弃日本国籍？但是我说真的，我老实讲哎，你看，你看，就是说喝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胖的朋友还是还胖啊。可是你日本真的很多这种东西，日本还出了一个可乐，是减肥的可乐，是没错，也是夯的要死啊。对，那这个喝下去有什么特别的口感吗？可以喝吗？可以啊，请喝。日本好多这种。看起来也很难喝，没有，不会，味道是好，不会，过期，怎么样？过期，什么过期？不会啦，我觉得它喝起来就是煎茶跟玉米茶、玉米须茶的味道。我炫耀一下，这个是快干的薯子，什么意思？你听到的是怎么样？没有，就是他那个梳子梳梳梳，然后吹一吹，头发很快干。哦，真的好酷，我想要。对，但一说很快干，我感觉我被骗了，因为我是很多人在买这个，电视上一直在播这个东西。头发那么短，应该很快干啊。我以为你用这个还会吹气。神经病！在讲什么、啊？我好像那个吹风机，我以为它会。它又没有电线，没有接任何东西。我以为，但我觉得没有用啊，因为像我们男生，美国男生，我们喜欢自然感觉，我们要头发干，我们就打开车子的窗户开车就可以了啦。会头痛啊！对啊，我还以为这，比如说，因为美国很多静电嘛，我本来以为说啊，这是防静电还是怎么样的，啊，原来就是这样。下面一位，还有一个，其实我国小跟国中的时候有流行很多女性有不同口味的护唇膏，但是最近流行护唇膏要有那个 emoji 那个表情符号包，对。然后我想说你买一个就好，对不对？对对，买一个用完再买一个，对不对？是，不可以。像我跟我妹妹的小朋友视讯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小孩有好几个，比如说她今天她想要哭，然后就带一个想哭的表情。是，今天这就疗愈啊，疗愈小孩。她觉得很囧，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号，对，才会带那个去学校。何必呢？但是里面的口味还是里面的内容物是一样的，它应该就是单纯物，就是那个唇膏是一样，只是这个盖子不一样。对对，那就是包装可爱而已啦。对啊，疗愈少女用的。好，谢谢松正阳。我来介绍一个日本的东西，谢谢孟多。然后我用了很久，然后没有用。我带过来的是那个日本的鼻子整容具，那这个的话是假鼻子，想试看看吗？整鼻子，因为我本身不想要整形，所以可是我希望我的鼻子可以再尖一点，可以再挺一点，是，所以我就买了嘛。然后我就真的纯粹是因为好奇，怎么弄？然后这个跟表情符号唇膏，你要看哪一个？这个我要看，就是这个嘛，你知道吗？这个比较有趣。哎呦，孙叔叔。那个 OK， 然后现在是我今天插上去了嘛？孙叔叔，你怎么来了？我天哪，我看我自己好恐怖。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边就是要转，这边就是要这样转。哦，我感觉好痛哦。会跳吗？会。什么东西？鼻子会变得越来越扁吧？越扁吧？对。没有，你在越来越扁的话，你目前呼吸吗？你目前鼻子只有变得越来越红而已。对，所以我就是因为现在的话，鼻子是这样往前这样挺的，挺的状态。这个是这个有用啊，是你用错了。我有用过，我有用过，你看有多听。你不是只要说谎它就会往前长吗？小欧人，然后我没有用，对，因为我用了之后我就这样用了嘛，啊，我可以拿下来了吗？好，哦，好大声，砰一声，这你都听到了。这样的话就是旁边呢，我用了用久之后，这旁边立挺起来的，这中间的这皮肤会破皮。这周围，你知道吗？是，而且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有另外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是那个睡觉的时候不会打呼。哦，对，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他们要会打呼，因为他这已经堵住了。今年我们的最流行的东西是这个，一个是嘴巴锻炼嘴巴的工具，锻炼嘴巴的锻。练嘴巴的工具，我需要。因为现在在俄罗斯很流行有很大的嘴唇，
所以很多人开始用这个东西。封唇啊，流行封唇。因为你用怎么锻炼会用了这个工具以后，你的嘴唇会有会变胖，变有一点大。是不是之前有一阵子那个很流行吸，对对，吸吸吸吸吸，然后就变大，拔出来之后它就变肿了。不行，很多人去医院。孟东，对啊，怎么样？怎么样？可以示范一下吗？就是把嘴唇全部放进去，然后吸吸吸，用力吸。需要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找你。可以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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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是蛮危险的，因为应该看到一个报告，因为你在把你的鞋子是在吸你的那个小那个要怎么讲，反正那个小的那个微血管，对，就是可能会爆，然后就是你的那个嘴唇，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比较长久的伤害。是吧？就是什么？那他用胶带 OK 了？他用胶带粘它，会不会成为一个长久的伤害？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嘛。我会死，小兰哥会死。你还有鼻孔跟呼吸长久？我忘记了。其实你嘴巴有肿哎。他是故意。因为你是刚刚压很大力，是你的力量变很大。这个很可爱耶。我的东西都超有用，好不好？好。Check this out, yo. No. 这个我想要，不是，我想要。你怎么会？在前面，然后冷后面。没有，因为你知道吗？你的龟壳跑去哪？就很可爱一点。你知道，其实这个真的很棒。这到底是干嘛的吗？因为这是很好，如果你在家，尤其在加拿大一个很冷的地方，你都会需要一个毯子。但是你一站起来，毯子都会掉下来。哦，所以它是这样来了，你出来给大家看。哦。但它穿起来有关系的，可是你的背为什么不是？就是比如说，你打电脑躺在沙发上，或者是躺在那里追剧的时候，或是看你的对象，或是你其实可以把它反过来穿呐。其实很可爱哎，我觉得如果两面都有的话，套嘴梗。你坐着的时候，你背已经就是被盖掉，有沙发了嘛？有沙发了，然后就盖这个就很舒服。沙发毯啦，就是后面有东西的时候。哎，忍者龟很复古，这很好哎，这个我想要。而且很厉害，我可以用这个来演出。你真的吗？这超可爱。其实这个推长辈去晒太阳的时候也很有用哎，因为你知道吗？你推出去的时候，风从前面来，对，很棒。是，这个 OK 啦。这个是录到现在最好的一样产品。最有用的，今天带来的就是最有用的，好不好？真的。而且忍者龟也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那你可以回去你的。大家需要一个 blurt， a blanket shirt。谢谢谢谢，哎，你就是中国有嘻哈被淘汰的那个吗？我不是被淘汰，我是被团帅刷掉，好不好？哎，那你可以重现你那一天 interview 的那个吗？那一段 rap 吗？一步一步的走，我不 going with no one knows， 把 focus 放在目标 ，don't give a what about 下话头，有你看不起我的艺术 ，I don't claim to be ESO， 当我自动自发 ，no I'm a yeah CEO， hold up back when you can mess with those that's who run， 闭嘴闭嘴，你到底算谁啊？我觉得英文的部分英文多了，部分太多，我觉得节奏不好。是谁 B-box 吗？谁不会对拍？阿龙，阿龙，你有 freestyle 吗？哇，今天真的是，你不要惹火他。我有 freestyle。现在介绍真的了，不要再胡闹了。都快录完了，我们快录完了，讲这句。到底有什么流行小物在你们国家真的卖到夯的不得了？震惊的好不好？观众对不起，震惊的来了，震惊。这是一个电动滑板车啊，那之前在有些人就是很流行。哎，麻烦出来一下，好好好。啊，这个的好处是说现在就是要环保嘛，所以就不用骑那个摩托车或者什么。是是是是。啊，这个其实小小一台，其实它可以骑到大概25-30公里，真的哦，然后这个会很重吗？不，它是还好，好像15公里。你不要这么夸张嘛！夸张哎！不要说它多方便，重哎，有一点，它大概15公斤左右了，腰都闪到了我。可是它的好处是说，你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小事情或是什么的，其实它也是骑蛮快的，大概25。什么小做一些什么小事情？这有点不方便说，不会吧？这个就是像我在摄影棚也是骑这个啊。哦，真的哦。对啊，然后它这怎么骑？它这样子手拿，你帮我拿一下，就是这样子可以打开来，蛮快，就是去把它弄好，然后这个手把也是可以这样，然后再把它弄高，大概是这样。
那他需要技巧吗？骑的时候？不用什么技巧啊，你要骑一下。他有电的是吧？他是有电，然后他一个那个 LED 灯。这个要有技巧吧，骑不好摔一下不得了哎。那你试试看。为什么什么都是我来试？要有平衡感。要先推一点点，就可以按这个下去。怎么骑？这还有 power 的，其实蛮快的。你要能够 balance。你现在有在骑吗？你的脚不要这么。要开一点，好不好？现在是有在用电动的在骑吗？哎，还不错哎，感觉还不错。哎，它有动力耶，不然为什么可以一直走？对啊，有动力，对不对？动力啊，是可以骑蛮快的。可以加速吗？可以啊，可以啊。哇！拜拜，拜拜，拜拜。你永远的拜拜。阿奇，帮我把门关上。就现在，你学校有看到很多人在骑，然后回来采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方便，因为就带一台回来。没有，我要找一台，我是在台湾有找到，有在卖，台湾有在卖，有，大概多少钱？这个好像是差不多18000。怎么可能才这么便宜？对，你是说怎样？太贵了，太便宜？便宜，太便宜了吧？它有不同的版本啊，就是升级版。另外，瑶瑶讲说太便宜，那真的很便宜耶。哎，瑶瑶，你还骑一下？这个很方便。而且它感觉是质感很好的耶，然后就是你可以收纳，就是比较不会占空间。这好方便，哎，贾斯汀，你可以用这个带布吗？不是，这可以鞋子，这可以载人吗？这可以载人吗？高麦克风，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我要帮你用一下，不然我怕说。这可以载人吗？哇塞，你看，瑶瑶骑凯那个凯杰都好热情。哎，没有动啊 ！Oh my god， 没有动，还有动，你要先吹，要不是太重了，不是你要先吹一下下来按下去，可是它的动力蛮强哦。你要吓死人了！太快了，你为什么要吹那么快啊？怎样？你为什么飙车的习惯？是不是？太强了！哇！哎，我要买这台很快，很棒哦，好可怕。这时速可以多少公里？大概25到30。二十五到三十，太可怕了！所以没有要习惯的话，要小心。哎，骑不好摔一下还得了？阿龙。但我想问他的电，哎，你怎么还在？不错耶。他的电可以多久啊？对对对，今天是可以好像是可以骑到大概也是一样，大概30公里耶。那30公里之后呢？30公里就没电了。对，因为它怎么充？它其实这边是有一个小插头，然后你它是有一个你不能没有随身的那个充电器，你要回家的时候。你看这样有电源线的头，对，可以用行动电源去补电。不行，因为它有一个专电的器，还是那种电瓶的电。因为说实话，它是电线，可是它是有专电的一个机器。啊，这个充饱要多久？哦，蛮快的，差不多3年，这个差不多4个小时就充满，4个小时就充满了。哎，那观众朋友，你还在等什么？赶快电话打过来啦，是不是？我现在要带你，是不是？啊，最后一组了，最后这个大概3组了。王子经理，那我们可以今天买什么送什么吗？哎哎，除非那个严总来，不然我们不会再加量。我这次去韩国，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一集。那个好聊吗？是日本的吗？这个东西你们不是日本的牌子？不是不是，这不是日本，这是韩国现在真的是最最最红的一个。是吗？对，这个是目前的话，在喜欢就关注韩国的那种 Facebook 类似这种东西的人，应该都有看过这样的一些广告。因为这广告他们广告做得非常好，是因为他们没有透过去行销的部门去行销，都是真人。在那边写了，真的是写了好几千个留言。那他为什么会红起来？就是因为他真的非常有用，是因为我也吃了之后发现，首先我里面的全部的排泄物全部都排出去了。哦，真的就是一下子你一天我大概可能就是一天去一次厕所吧。可是我吃了这个之后，就是一天去至少3次以上。哎，那如果小梁哥吃掉的话，我们的圣一博的厕所会爆掉，会生小孩在那边哦，真的。小梁哥再也没有离开过厕所，都爆。那一个月后，你看宋赞阳还会被踏进圣一博就知道啦。第二个。可是我去韩国的，叫一个便利商店叫 GS25，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小小
冰系列小小冰，我这次买回来的是这个湿纸巾，这大概是韩国的，对，对对，韩国的韩币5000块，对，然后这样就是它虽然里面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图样，韩币5000是台币多少？150，对，这差不多125左右，对，差不多，不会很贵啊。所以这里面的香味我觉得非常喜欢，没有，是他们都出的都好可爱，他们还有出也是小小冰的那个，而且我买的并不是只有这个，并不是只有湿纸巾，他出很多什么手机的那个充电线啊，也有一个很漂亮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小小冰系列，很多很多系列。那最后呢，我带的这个东西是我之前就是我上来台北之后，我就住西门町附近，然后每次逛西门町的时候，发现能够分辨出韩国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个。有没有这个东西？对对，有没有这个东西？只要有拿着这个在这边，这是电风扇，一二对，然后这边开。对，这样的话，演唱会也可以用哎。对，我故意买的是女生要送给别人的啦。对，可是这个的话，我一开始觉得说很奇怪，而且我觉得这就真的只有韩国人在用这些东西。我去韩国，上次去韩国的时候，真的路上。每一个人，可是他都挂着，他是挂在脖子上，然后这样拿着。对对对，人手真的，他电风扇跟灯和唯一的意义是，我跟你讲，他那个就是拍有没有？哎呦，他也有带过来，他也有带过来，在吹，然后他就自拍，他就是女神。现在不是有一个可以放在你的筷子上，所以你喝汤的时候，他会直接帮你吹你的汤，他不会。我也有，我也可以。他有灯啊，他拍的时候，对对，有个灯要干什么？你用一下，你用一下。你明明嘴角就在上扬。对呀，有啦，这个是。有时候女生拍照的时候，你看有没有？真的耶，脸都亮了。好了，我要吐了。好有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买的是韩币10000元，就是250块台币左右。对，这么便宜。而且你不要看他以为他只是个电风扇，怎么样？他还是个刮胡刀。刮胡刀，对，所以我这次去宏大去逛宏大的时候，也是个大哥大，一排全部都是。所以我现在也发现，就台湾也有一些人有在卖这些东西。因为而且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个电风扇，你来这边讲，你来加工，来。我要介绍好东西跟大家分享。下面一位，还没讲哎，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就是电钥匙厉害。你有没有好发现？上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日本的 Dragon Quest 那个游戏，有没有？里面，等一下。很可爱 ，Dragon Quest。Slime。这个很好用，而且主要的是这个是台湾跟日本都红，就是买不到哎。没有这个在美国也很红，日本买不到，那买不到就自己划上去就好。这在美国也很红，对，因为 Dragon Quest 至少有20几年的历史，它是一个电动，从很早任天堂刚开始，我们现在要见证梦多瞎掉的过程哦，不需要加这个。对，加一下，加一下，因为你的手抖了很久，它真的会真瞎哦。哎呦，不要点，那真的好瞎哦，那真的很瞎，跟你人一样瞎。安全第一。很白哦哦嗯哎，你点完马上眼睛可以睁开，很不容易哎，真的蛮爽的哎，真的你睁得开真的蛮强的哦，有哦，凉，哇好凉哦，哇塞，你看到祖先的吗？好假哦，但是这个是要那个戴隐形眼镜的人用的，戴隐形眼镜哪能那么凉啊？我没有戴隐形眼镜，说更凉的。眼睛会瞎掉，这个会瞎掉。我介绍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就是现在他们很流行的东西，就是这个爆水护手霜。怎样爆水？你们手伸出来，然后你去擦它。哎呦，你怎么乱？这看起来它就是很水。你要去擦它，不是你要去擦它。哎呦。越擦有没有？哎，有没有？怎么越擦好像手上都是水，变成水耶！真的耶，有水珠哎！而且它很香，它味道很香。对，在韩国的因为很寒冷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哦，才不会那么干。对，所以我在台湾其实很少用这些东西，可是在韩国的话一定要，不然的话我的手也会干，甚至会流血。有啦，我觉得它这个很棒，但我接下来介绍这个。
真的是2017年的，真的，不是去年的，是2017年新兴的修腾腾这个，这你没有看过吗？在网络上面，这是什么？我今天才听说它非常红，它非常红，现在台湾基本上已经卖到缺货了。它这个的状况是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就会敷脸吗？是在晚上的时候敷嘛？对，因为敷完之后脸上总是会比较黏腻这个，但是它这个呢是让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只要敷一张，你抽出来一张敷，然后你只要敷在一分钟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不用洗脸。就我看，它这个面膜呢加了洗脸保湿，而且它这个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所以是凉凉的。他现在眼睛也凉，脸也凉。我的眼睛已经过亮了。他等一下感冒了。你看，你给他那个太紧一点点。我觉得梦多等一下会感冒。尤其是眼睛部分，真的，我跟你讲，你给它盖紧一点点，你待会拿下来，那个脸上水分非常非常多，你就可以直接上那个了。一分钟是不是？对，一分钟，敷好一分钟之后，我通常敷完以后我就直接打底了，然后就直接化妆了。OK， 非常方便，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红。没有没有没有，要把它弄细一点，弄贴一点，这样。哎，不要闹，这真的很好用。好啦，一分钟。敷一分钟，而且这个很便宜，这非常便宜。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心得就那个湿湿的。什么？咕噜咕噜的。没有。其实它就是那个。你要试试看才可以想得出来。有风的时候就蛮亮的，是薄荷吗？啊，有，它有薄荷，所以凉凉的。哦，哎，舒服哎。舒服吧？你可以直接化妆了。现在节目已经进行到这边，从这边开始。你是不是心里很害怕了？心里很害怕。接下来是真的哦，真的2017流行小物是你真心推荐的哦。什么？这个是真的啊，因为呢，就是我之前就是找了一个女朋友，你前面讲都假的，对，假的，没有，好亮，冷死他了，感冒了，他要冻伤了吧？真的很亮。我好有效哦！我真的有效果，眼睛跟我的脸，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在北京哦。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讲乖一点的。那个之前呢，就是我前就是我在日本，只是一个女朋友，她每次我回到家帮我洗衣服的时候，我的房间很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女生就是帮我洗衣服的很香。那后来分手之后，我一样我在家里洗那个洗衣服，就是有一点臭味，然后说没有办法，就是不知道房间就是的问题啊。不是，那是我的问题啊。那后来我问她说，为什么你帮我洗衣服的时候那么香，就是用这个。这个很流行啊，超好用。之前也是大批买，不是因为之前是就是那个洗衣精跟那个就是香香的分开，但是呢，给看一下。可是这个是不是要挑洗衣机，还是所有都可以用？可以。滚筒的也可以，这个一颗就可以耶。之前是还有两个东西加在，对不对？这个呢，就是这个用这个洗的话，衣服基本上很软，就很软，就是很舒服。然后就是味道好香，整个房间都很香哎，而且看起来很好吃。这个很方便。对对对对对对。手湿的时候千万不要摸它哦。为什么？会融化。会融啊，融化了。这个是不用撕开，它就整颗丢的。直接哦。这个还不错了。是真的好东西，这个是好东西。那个 OK。哦，真的，他们有真心在推荐。介绍这个美国的。保冰杯，这是不是之前在网络上很流行那个广告很大，这个冰块还在。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广告，就是说这个杯子放在那个一个火那个炭的中间，对，然后里面放冰块，是，然后外面烧炭，是烧炭的冰块没有融化啊，超神奇！我一个台湾的朋友。他去美国，然后看到很多那个 outlet 什么都在卖这个东西，他自己买了带回来。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在忙一些事情，一些 errands， 然后我们开车，我们进去一家店，忘了我要忙什么，反正忙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想说天气很热，我想喝东西，但是也没什么东西。他说啊没关系，我车上有水。你车上有水？台湾太阳那么大，对啊，30分钟那个东西已经热了，你知道吗？没有，它打开真的是冰块还在里面，真的，对，真的是冰水。
所以这个杯子真的诚心推荐有用。这个我真的我之前有买过，这个非常好用。因为那个有一次就是在我在家，那个我女朋友帮我准备了一个就是酒，然后那个我女朋友习惯是她帮我准备酒里面是不是有眼镜蛇？没有，没有。那她放瓶罐嘛，就是烧酒，所以就她每天的习惯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帮我准备，然后呢就是我出门嘛，对不对？我忘记这个东西那个喝不完，忘记隔天回来，我以为是她准帮我重新准备的，就还是同一杯，对，还对，同一杯还是很冰。对，他是说，他是说可以保，真的可以保冰，七个小时以上。在俄罗斯，我们也有超好用的东西，这个是食安，监测器。哦，这个你可以插在水果或是食物上。插在水果上，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就，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硝酸盐或是放射线。这是二九十五，九十五代表是有，但是不是超过。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东西啊？因为非，如果你有在家里有孩子，如果这个硝酸盐的标准太高，就会你的身体有很不好的影响。还有不太贵，只要5000台币。5000块台币，贵吗？可是他都写俄罗斯文了，5000块台币可以帮你的大宝小宝检测他的食物的安全，会不会买？买？你老婆会对你下药是不是？不一定老婆啊，谁知道呢？对不对？还有谁？身边那么多人，对不对？难怪你不跟我们吃饭。难怪不跟我们吃饭。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实用，就是很像那个小脚底的这样子。可是它是其实女性一直都有一些那种脚那鞋子可以除臭或是除湿的一些产品。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用的，因为可以重用。那这个就是可能是你运动完之后，或是你鞋子有点臭，或是下雨嘛，你的脚又湿了，可以放在那个鞋子里面，然后它会吸水，然后也是会让你的那个鞋子就是香香的那种。它是有点像那个木屑，就是木屑的那个味道。所以其实是蛮实用的。你怎么把你穿过的鞋垫，然后给隔壁的？不是，这个是新的。它吸水很强，在哪处？我现在要介绍一个，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用过最好用的喷雾。因为我平常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喷雾都会去收集，会去买。然后我用到这一个小小瓶的这个女神喷雾之后，我觉得不管是你再不会化妆的人，或者是你持妆一整天外景啊、拍戏啊、日晒雨淋，你的妆已经糊了、残掉，就是残妆了，你只要用这个喷雾喷上去，它都可以让你的妆融合在一起。定妆的吗？而且它不是定妆的，它就是保湿喷雾，可是它有。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它有拉提的效果，还可以拉提。对你喷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紧紧的，而且这是一个那个天后级的御用彩妆师自己研发的，哇，非常好用。而且你喷完，你的脸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光圈，它不是油光啊，像那个韩国很流行那个水光的那种感觉。对，我现在喷一下。你说它是哪里的东西啊？哪里？台湾。喷两下，再喷三下，想说加强一下，而且你在那个，你喷的时候眼睛要闭上，好不好？你北区哦，你没有喷过喷雾，很少喷喷雾，而且他说这个喷的会紧实，对你要喷哪？够了，不要乱用。因为市面上很多喷雾都是你接触空气之后会把你脸上的水分再带走，这个不会。哦，看一下，好香哦！你喷完又可以再录个8场。嗯，赞呢，这个喜欢，这个贵吗？蛮贵的。哦，好，谢谢。今天有介绍了很多这个好用的小物。对，真的。每个国家去呢，你要这个知道现在正在流行什么，要不然搬冤大头。对啊，而且呢，以上呢，如果你觉得好用，别人不会觉得好用，那也没有关系，那就是你个人的夯爆小物啊，对不对？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谢谢，我们志强，下次见，拜拜。